福情，那个是这个国家发生了政变，大将姚苌这政变当中他做了皇帝了，也叫秦，那叫姚秦啊。姚苌跟吕光他们是同样都是将军，刘邦不服啊，所以就占据梁的这个地方，自己称梁王。啊，鸠摩罗什大师啊，就在西凉又住了多少年呢？啊，刘邦不会用他，等于说把他软禁在那边的，知道他很有才华很聪明啊，也不放他回去，也不把他交到秦国啊。到姚苌死了，吕光也死了，到下一代了啊，姚兴继位的时候，这样才把罗什大师请到长安，那是已经晚年了。所以罗什大师在中国从事已经工作只有七年啊，他就圆寂了。七年的影响不得了啊，啊，有这里诸位你就能细细体会到了，善根真的是有多少不一样。